时，白胡子先手搬掉，后续的像马尔科或者是激流，看要不要放。我觉得不仅是这一次的 S 五，以及上一次的 S 四，谁拿激流谁都是赢的。是昨天的激流发挥也是不错的呀。嗯，他。我记得应该是小北吧，他的那个吸流一直大刀收刀，用霸体去顶黑族的有形技，太亮眼了。嗯，是空搬了一个。这边要选择放掉吸流，放吸流吗？哇，看，还是得选啊！昨天那个吸流的压力给的太大了。对，昨天的吸流以及一个人妖王都是不能放的。是，先选一个吸流，那么给到李帅这边的，像黑族山治、麦哲伦、可比、马尔高都可以去拿。甚至包括像昨天的国风艾斯也是不错的。是，如果把国风艾斯放在一个比较合理的位置，它还是可以去达到一定的效果，也有一定的强度啊。嗯，先手选到了一手这个黑族山治，二手想拿一个可比。对，但可比我觉得昨天的发挥，昨天发挥一般啊，这个伙伴他的强度可能在赛场上会没有那么高，嗯，效果不是特别好。可比也是锁下来，不过可比是比较好打吸流的嘛，因为我总会有一个援助伙伴在场上，对，会让吸流的一个纳刀以及斩前不知道啊，就给他多增加一个目标嘛，抓哪一个，而且抓了之后你很有可能会被我另外一个的无敌状态给命中。嗯，再手给到一手卡古啊，卡古，第三手马尔高跟麦哲伦之间一个初步选择，或者是国风艾斯也可以拿。嗯，马尔高锁下。剩下的包括像龙马，或者说是麦哲伦，都是不错的。嗯，可能龙马的优先级会高于略高于马那个麦哲伦的。麦哲伦是，但最后好像还是锁了一手麦哲伦。嗯，麦哲伦锁下来，那么看一下助战伙伴的一个选择。路飞，路飞不选通路是。通路不选的话，李帅帅这边先是放吸流，又是不拿通路，可能是有自己的一个想法吧。这个想法可能会有点难啊。嗯，可能。包括像这边李帅帅选到的麦哲伦，其实是很怕卡古和马尔高这种快节奏的伙伴去抓一个后摇的。是，但其实，在 S 三或者在 S 四的时候啊，李帅帅的一个麦哲伦也是他的一个比较绝活的伙伴。嗯，但是那个时候。马尔高还没有出，那个时候麦哲伦还没加强，对，那个时候麦哲伦是一个相当强势的存在了，相当于就是 T 零级别的伙伴。嗯，但可能是选择相信自己一个比较会玩、比较熟练的伙伴。对，但是从我们昨天比赛来看，麦哲伦都是不太好打的。是，昨天也有一次麦哲伦对战到吸流，麦哲伦的每一次聚众天冲，吸流都可以用纳刀顶住，并且抓你后摇的。嗯。因为麦哲伦的一个起手还是比较好被吸流来反应的。是的，现在的剧毒天冲还是比较慢的了。是，第三手拿一个乔兹，因为毕竟对方的一个麦哲伦手还是比较长的，如果想用助战打断的话，还是得拿一些类似于乔兹以及鹰眼这类的友情技啊。从阵容上来说的话，丹这边应该是比较有胜率的。嗯，因为卡古他的 T 会自动追踪到可比，是，然后马尔高技能两套的 CD 独立，我可以直接两个啊都打，你可比西路外包同时打你，所以我不会在意你是哪一个，所以是双方也是一个猜位置对位的一个想法吧，是把马尔高放在了最后一位啊，把西流放在了最后一位，不想让西流去对一下可比，让马尔高以及一个卡古比较好针对可比以及西路麦波的伙伴来放在第一位。来吧，进入到我们双方第一回合，卡古对阵的可比，开局先过重伤走进这个 T 的范围，西路麦波放出来收回，再找 T 一直没有放啊，反倒是被可比平 A 吸手，一个天眼的 T 这边单也是完全没有想到你敢 T， 是可比一套普攻下来，完全不会存在切约技能的情况。人发西流麦波闪过来，想 A 两段闪身，先找到了，但是还是被平 A 骑手找到了机会。通路也是给出，李帅帅给了一个失误，没有连招打接上。嗯，应该是没有想起对方带的是个通路啊。平 A 直接打断一技能，打断是。一个宣战切割是被有情绪打断了，在没有 T 的情况下，单不选择变身长颈鹿形态吗？还有两秒 ，T 已经好了，但是对方也放出了新万波，看还用 T 去找一下本体，开爆器闪过来 ，T 也找到了，但是被新万波给打断了，这就是可比的一个强势之处，通路也是给到，
那丹丹丹，所以有两个怒气在的话，血量确实被李胜帅压到了很少的很少的血量。嗯，是，还剩下25秒钟啊！丹丹丹丹已经进入到斩杀线了，直接打进了友情记斩杀线了。T 还有这个奥义就给的有点迟了，给的是一个西路曼波，那么科比还是在一个安全的位置，西路曼波命中，直接可以走过来平 A， 对方是一个中路，还有3秒，是的。好的，也是进入到我们双方的第二回合，是由马尔高对阵到科比。这边找真身有点难呀，丹丹丹这边。不过马尔高的话，如果大胆的去放技能，疯狂的回身技能，其实是完全可以的。哎，找到了。知道你是一个西路曼波，直接平 A 起手也是很大胆啊！如果这一波失误的话，后果还是挺严重的。是的，其实从李帅帅目前的打法来看，他每一次放出二技能的时候，他都会用一技能，所以当当当当可能找到了节奏。是，因为岩锥升空是没有命中啊。换个西路曼波继续，看马尔高怎么去找。这个切换，当当当当这边有点急，缺闪走不掉，嗯、走掉了。了，但是科比闪还是挺多的，岩锥升空顶掉了一个平 A。再加一技能被有形器给打断，是的，猛兽一爪全场直接追，其实早就应该变了，可能是的，直接开奥义砸到了，空灵漩涡的范围非常之大，是的，也有机会可以让两个一起命中的一个情况，直接带走。进入到我们双方的第三回合，是由马尔高对阵到麦哲伦，麦哲伦的技能斩发吗？直接命中啊，闪身再躲一个乔治有形器，有个减速，但是岩锥升空根本不管你啊，这个。黑胡子的技能范围其实是比看到的范围还要大的，是的，那这波是也没有躲开，在开启毒云以后平 A 起手找到丹丹的机会，给一个乔兹起身过来，能连乔兹两次解围啊，但是可以看出来这个命中率是真的非常的高，有个火雨剃刀看选不选择去压，闪过来给平 A 直接空灵漩涡砸，这个奥义交的没砸到，而且要被压要被抓后摇了，但空伤害没有给到，巨毒天中过来，平 A 是打出了一个倒立保护，给出自己的毒云，直接奥义，想直接放，但是没砸到啊，有个暴击的迟缓，但是平 A 起手找到了机会，有个黑胡子的旅行记，到这拉回来，闪身躲开，丹丹这一波拉下打得很漂亮。李帅帅这边打的其实有点着急，是，他再给个毒臀，毒臀给个追加的响指，技能被闪身躲开。巨龙天中，双方互相在天上飞，双方没有闪的情况下，丹丹丹的踢边好了，技能想抓，想抓一技能后摇，但是反倒被马尔高的一个空灵漩涡命中，再来一个岩锥升空，收尾走。进入到双方第四回合，马尔高对阵到黑族山治，二技能没有命中，看到这个马尔高的后摇不太好抓，是违反你踢空掉的情况下，啊、黑族可能闪过来拼 A 没拼过，路飞给的倒是很及时，这个猛兽一爪，黑族这边只有一个闪，闪过来给激斗器直接切人形态拼 A， 电鸟的情况下是不受控的，是给他奥义，要给奥义吗？没有选择给奥义，嗯，因为雷兽的血量还是挺多的。黑族这边全身缺闪，哎，不过被一个整形踢给抓住了，二技能那个后摇，终于是被抓到了一次后摇，其实双方差距不大。嗯，进入到我们双方的第五回合，溪流对阵到黑族山治，但是这个溪流怎么解决呢？我觉得黑族是好打的，雷雨真想直接顶平 A， 同时一个资源斩顶掉路飞的有形技。溪流不管是突刺还是闪，你都得等他放了两次之后，你可能才能抓，是他随时可以拉刀。嗯。如果这边李帅帅再被抓到，可能就要被带走了。闪过来平 A， 但是后续没有赶 A 了，因为自己血量太低了，已经不太有自信，可能想等一个路飞。雷雨正被抓后摇了，还没等到，等到了能解围吗？给，哇，直接是被一个斩前穿过去了。嗯，那也是让我们恭喜丹丹日常。这边罗和黑胡子都在线，都在场啊。那这样的话，你办一个，我办一个。嗯、那还有盛平和马尔高的。你说的会首选塔斯比吧？我觉得李胜帅还是得搬这个黑胡子，他不会不搬黑胡子吧？昨天每一场谁拉黑胡子谁也赢了的，他不会不搬吧？那他上一把还放了一个溪流，如果你不搬黑胡子，你用谁打？没搬，又没搬。李帅帅先选，嗯，李帅帅拉黑胡子，对对对对。丹丹是红色方，嗯，是。这应该毫不犹豫拉黑胡子了。不可能还要考虑一下自己的绝活是麦哲伦吧，是吧？那丹丹的话可以选盛平和马尔高啊，盛平马尔高或者塔西米都是不错的，对，我觉得这样的话这个交换也能接受，
一个视频加马尔高换一个黑胡子，其实接受不了，接受不了。你可以把黑胡子搬掉，我你一人你拿盛平，我拿马尔高，你拿马尔高，我拿盛平嘛，是吧？嗯。但后续能给李春秋选的，哎，没有选马尔高。红色方是丹丹，是。那看李帅帅后续如果在没有盛平跟马尔高的情况下，会去拿一个又是一首麦哲伦吗？会去拿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啊？应该是一个麦哲伦加一个塔西米的组合了。嗯，我觉得佐罗以及鹰眼也还可以啊。李帅帅比较擅长塔西米的，比较擅长，对，是比较擅长塔西米。嗯，麦哲伦。那如果是锁掉塔西米的话，给到丹丹，艾斯他刚才有在犹豫。其实他应该在考虑塔西米能不能 A 过盛平，能不能 A 过马尔高。嗯。想了一下，最后还是选择相信自己啊。第三首，艾斯。选择艾斯的话，其实会非常容易被这李帅帅三个伙伴抓后腰的。是，尤其是一个火枪不敢放的。其实昨天艾斯几乎没有任何的好的表现。嗯，因为他的一个火枪很容易被对方找到一个后腰啊。来吧，看一下助战伙伴的一个选择。像可比、鹰眼、黄猿，哎，乔兹也在，都在。可以看上一把的乔兹发挥还是很亮眼的。上次的乔兹放了两次，命中两次。昨天的乔兹几乎也是百发百中的，都是临危救主。嗯。包括，但是像昨天的这个可比就很容易被人躲掉了。哎，对。虽然他有两段，可能看起来命中率会很高，但是感觉在昨天通过走位，因为它是垂直你的身后进攻，你可以左右稍微走一点点，你就能走掉科比的助战。是。第二手八旗，那么给到丹丹呢的像鲁兹或者是一个乔兹、黄猿这三手，他会不会选择乔兹加黄猿啊？两个这种闪的也是可以的，是吧？因为他这样的话。自己拿了之后不让李帅帅去拿，李帅帅如果拿还原的话是可以克制盛平的霸体，克制马尔高的霸体的。看一下最后一手吸流，想尽量的去保护一下自己吧，让用吸流来打断对方一个进攻节奏，毕竟对方是有个黑胡子的，是会一直压着丹丹这边的走位的。选一个 A 佐罗吗？ A 佐罗的话，战斗员佐罗的话就是用来打远程的盛平、远程的马尔高、远程的艾斯。嗯，好的，双方阵容已经选择完毕。蓝色方李帅帅是选到了塔西米、麦哲伦和黑胡子，红色方丹丹是选到了盛平、马尔高和艾斯。双方阵容来说的话，李帅帅这边有一个绝对压制的黑胡子，就是不管你是一个盛平还是两个盛平、马尔高，可能都不及这个黑胡子的强度。是。那第一回合的话是由黑胡子对阵到艾斯。艾斯的技能，任何的技能，一个闪 A 的黑胡子就可以解决了。没错，丹丹这边有点难打呀。进了游戏画面，直接命中。这边的暗景是很准啊。给黄猿，我是给不到，是猜到了你要给黄猿，所以我直接远程暗水吸你。是的，站在原地等你，想压直接给平 A， 因为有一个暗水封印的效果。是的，你这种情况闪很尴尬，你是交闪呢，我直接闪，我直接平 A， 你交技能呢打不中我。嗯，给个暗水封印拉回来，可以说毫无还手之力了。是的，这就是黑胡子的一个强度啊，继续再压你，我就在这个位置，你闪我就抓你。是，还有58秒，丹丹只有一丝血了，给个暗长没有命中，暗景往前扔，闪过来想拼平 A， 火枪终于命中了。那么即将有一个切入机会，火柱给失误了，暗景再给黑柱砸起来，但是萤火救场了。李帅帅这边甚至连一个闪避都不需要消耗，两个暗景直接封死了丹丹所有的走位。是的，进入到双方的第二回合，盛平对阵到黑胡子。看一下盛平的积水能不能中，积水命中了，很准的一个预判，闪身再躲个可比格挡，挡住了第二段的伤害，但是倒立保护起来，平 A 也是接不上。盛平这边缺技能，一个暗水接吸，应该要用霸气顶住最后一段。是的，而且丹丹现在没有闪了，暗潮躲一个积水，丹丹这边缺闪，只有一个防反，直接选择平 A， 平 A 反到了，那可以继续连，继续一个可比，给一个可比没躲过，连吗？打不起来。继续压力，给积水闪身躲，开暴气有十环，给平 A， 想预判一下对方的平 A， 但是没有 A， 有星际的骑手没有命中，有点黑胡子有黑猪，他是拿两个闪躲了。暗景往前扔，压下走位，
站在暗井里面命中黑柱砸起来，双方没有闪的情况下，这个暗井就是必中了。是的，吸回来有三个怒气，三个怒气超级奥义给出来，应该是能带走。哎，没给，没有准备给，那这三个怒气看能不能再次释放。有一个封印，知道对方没闪，继续往前压。盛平这边还给个七闪，闪闪躲最后一段。其实黑胡子没闪了，不过盛平没有起枪给暗潮，对，直接给大招。哎，抓到了个后腰，霸体顶住了，但是伤害是足够了。嗯，也是进入到我们双方的第三回合，是由盛平对阵到麦哲伦。黑胡子也是打掉了一点，打过来平 A， 毒蛇臀直接被一个有袭击给打断。开了一个毒云过来，格挡挡住了，知道没格挡，直接巨柱先冲突你脸。是的，我先贴你脸上，我骗掉你的格挡，我再来打你就轻而易举了。是的，毒龙也砸下来，噔进入一个斩杀血线。毒蛇臀应该是要给出来，先消耗掉一个闪。是的，消耗闪以后，毒蛇臀也是命中，加上一个巨柱先冲，直接带走了盛平。进入到我们双方的第四回合，麦哲伦对阵到马尔高，毒蛇臀再次命中。是的，这边先冲很准啊。毒龙再顶对方的吸流有形器，李修士这边状态回暖了。在剧毒天冲释放过程中，空中是可以选择方向的。是，给个毒云，毒蛇臀继续往前压，闪过来躲个平 A， 二技能是没有躲过，反身再多有形器，但是在这边还以颜色。再跟一个马尔高，这个时候是没办法变回人形态的。是，看一下李修士这边开暴击，毒蛇臀好了。有激怒技霸气的直接起手，其实李帅帅是想拼个普攻，但是绕到了麦泽伦的身后没 A 过。是的，通灵漩涡也是给出，二技能还最后一丝血没有带走。当这边还有两个吸流在了，有个火雨击刀，有形体起手到毒龙直接给，利用一个暴击的尸体让有形体起手。是的，巨鹿天龙继续给上，给一个究极奥义地狱审判要带走了。如果说为什么李帅帅给这么快，因为是他害怕自己的毒把对方给毒保护了，这个是可以把命中，非常细节。这个地狱审判要终结比赛了。嗯，那也是让我们恭喜李帅帅扳平比分啊，1-1。这个阵容还是可以看到非常关键，这个掉掉吧，我再给你一人一个二档路飞，我再来一首黑族对吧。嗯，又是选择了一个空班吗？哇，这一局下来双方都对自己很有自信。是，那放掉了一手艾尼路是让丹丹给直接拿到了。嗯，你想拿一个艾尼路，李帅帅这边又是想的我两个打你一个艾尼路没问题。他又想到了自己的拿手黑族，那黑族配上二档路飞吧，应该就是黑族和二档路飞，或者是黑族和一个可比。二档路飞不可能去放出来了。嗯，已经没有得选，只能去拿掉二档路飞和黑族了。是，因为二档路飞的强度还是很高的。那么二三手可以给到对方的，希望可比以及佩罗纳都可以去拿。可比，像昨天丹发挥的不错的佩罗纳也是可以的。是，昨天丹虽然没有状态，但是他的佩罗纳还是非常亮眼的，还是给人眼前一亮。他其实对佩罗纳的一个这个平 A 的长度计算的是非常好的。是，但是再看一下李帅帅的阵容，其实再来一手老沙也是可以的。没错，第三手是没有选择拿佩罗纳，反倒是拿了一个轻质。哦，这边阵容选择就有点自信了呀，丹，感觉可能是自己玩的比较熟练和顺手的一些伙伴吧。但是我们通常来说，轻质的包括他的激斗技两金毛冰球都是很容易被黑族被路飞抓后腰的，包括很容易被老沙抓后腰的。第三手也是跟我们秦川玉老师说的一样，是选择拿了一个老沙。我们给到观众现场观众的一些小应援啊。是，来吧，看一下助战区的选择。这边也是没有首选基德，首选的是一个鹰眼啊。哎，一路这边可能想要配一个远程的有形技，我有形技命中之后，我还能继续用雷鸟打一个连招。是。那么基德也是给丹丹拿到，后续的话像黄猿，或者是一个乔兹黄金重磅吸流都可以选。哎，但是其实上一把的话，乔兹是没有，双方都没有去选择的。因为上一把毕竟有一个黄猿嘛。这边还有一个佐罗佐罗也可以拿。像李帅帅这边的黑竹山治或者说鳄鱼都是比较依靠近身普攻的，所以拿的佐罗当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丹这边拿了一个乔兹，
在鳄鱼的一技能干咳抓取过程中，如果用乔治晕掉了这个鳄鱼的话，鳄鱼会直接站立，自己也会直接站立，然后去反手打到这个鳄鱼。嗯，还是比较克制的。第三手给到一个战略员佐罗，是选择拿两个闪耀型的有形之躯针对一下鳄鱼，为什么拿一个吸流呢？为什么这些选手不选吸流呢？因为大家都觉得吸流不就是延迟一会儿，然后给一刀吗？我感觉对面总能躲，但实际上，哎，大家都知道这个机制，但是在赛场上打下来之后，可以看到那个时间点要想卡得像自己线下那么准，还是很难很难的。嗯，双方阵容已经选择完毕，蓝色方里丹丹丹是选到了艾尼路清智和可比，红色方李帅帅是选到了鳄鱼二档路飞和山治。如果说这个艾尼路发挥得相当不错的话，李帅帅这局会非常棘手。没错。这个艾尼路现在太强了。嗯，来吧，进入到我们第一回合的比赛。艾尼路也是直接首发。艾尼路在他加强了一个雷指的元素化以后，他的一个强度也是直线飙升。因为在之前，艾尼路他的一个雷指是很有可能会被一些霸体型的技能去打断的。嗯，现在的雷指是加了一个元素化嘛，所以说是更好的去起手做一个起手技，所以也让我们雷神的强度一跃而上啊。是，包括但是怎么说呢，比如说雷指对吧，你选一首黑竹山治，你的任何操作我都会追你一个雷指，是，而且几乎是在只要一个闪避范围之内几乎是必中。没错，因为它有一个跟随的效果嘛，就只要你有操作我就按雷指。我看到这个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还是比较调皮的，我刚才有看到支持九九东的，然后也有看到拿到我们八哥的这个表情包的恶搞啊，这个死亡媚眼，还是打到对手之后我去预判对手交闪啊，交友情技是可以，这个太调皮了，太调皮了。我们这些粉丝，其实我们现场的粉丝朋友们还是比较多的，然后我们粉丝朋友们也是带来了应援的。昨天导播老师是没有给到我们现场的镜头的，我没有看到这些调皮的粉丝们。感觉这个八哥比选手的粉丝都还要多呀。是啊，是，我看到八哥的表情包很多呀。原谅我不厚道的笑出了声。来吧，看一下双方的阵容的话，还是艾尼路、可比加清智，李帅帅这边是鳄鱼二档路飞和黑竹山治。进入到我们双方第一回合的比赛，闪过来抓，想抓一个沙漠风暴的后摇，没有抓到冰球，闪身躲开，这就是我们说的怎么你怎么走，走不了，给沙漠边，沙漠边就抓的有点一个后摇。等等等等，这边是知道你手里面有个沙漠边，而沙漠边的后摇非常的大的。我们说的是轻质会被抓后摇，但是其实老沙如果操作不当也会被抓后摇。真的是平 A 抓闪给抓到了。这可能就是轻质的一个效果吧，打出元素化，有一个冰冻时刻冰封仓可以压起身，开沙漠风暴往回拉，有一个暴气，利用暴气强行躲掉这个冰冻时刻冰封仓的时间。是，闪过来有一个元素化的冰球，直接贴脸的冰球啊。是的，有元素化根本不需要暴气。看一下佐罗能中吗？中不了，直接落地，是上天躲掉了这一个佐罗。是，进入到双方第二回合，二档路飞对阵到清智。船长路飞这边闪过来，平 A 气手，有一个冰冻时刻冰封仓，闪身想躲有信息，但是躲的位置有点不对，给冰封仓命中了，冰球继续给冰锤拉回来。那么李帅帅要硬实这套伤害，血量已经掉到了三分之二，有一个元素化，并且清智这个时候还有一个元素化，李帅帅可能考虑的是老沙肯定会给二档路飞留一个奥义。是的，头锤冰球的一个元素化想躲，冰冻时刻跟冰封仓没有激起来，但是有个黄猿救场。路飞这个时候真如当当当当想的那样，路飞现在什么闪都没有了，想金毛想预判，但是被抓后摇了，一个橡皮印章命中以后可以硬打一套血量，二档路飞的伤害非常高啊。看一下这个奥义应该是不会交，是手里面还有一个橡皮手枪，起身冰球被闪身躲开，在原地的一个三 A 想用冰冻时刻冰封仓的强化来进行波攻击，抓了一个后摇，抱住嘴直接命中了。李帅帅这边叫技能叫的是有点急的，但是这边知道你只要放二段我一定抱住嘴，但反倒是李帅帅的一个有形技加上一个奥义打出了一个有效的连击，平 A 是没有接上啊，有点可惜，抱歉，平 A 又没拼过一个冰球加上冰锥，那肯定要带走了。哎呦，还有最后的一丝血皮，不过有一个冰冻时刻冰封仓怎么躲，冰封仓直接就掉野下冰城堡，已经没有办法了，给出他的救济技，下一局的路飞将不会有二档形态。是，而且只有一丝的血皮，
算一个强换吧。是的，我用一个下等马的轻质打掉了你的中等马和上等马。是的，进入到第三回合，可比对阵的二档路飞，先放一个西路麦波，多地一技能想突，想凭借这个手长的优势，二档路飞想蹭没蹭到，这边有点不太知道自然。西路麦波找到了，但是有个基德拉回来，那就继续连。虽然友情是放出，但自己的血量是不支撑的呀。进入到双方的第四回合，黑族对阵到可比，先发西路麦波，违反雷之踢是没有踢到，再召回来，过来一技能想不想冲，李秋帅在不断的走位想躲，想过来拼拼 A 抓后腰没抓到，再换到可比，这一波操作很秀啊。李秋帅这边因为没有办法了，他已经没有闪避值了。西路麦波召出来，过来一技能想踢，踢到了，但是又有一个记得。将黑族拉了回来，双方互换友情技，起身仍然是可切换。想切，但是被逮到了，黑族走不掉了。是，哎，走掉了，居然没走掉，果然走掉，没走掉。可以继续连，这波是想用一个变成黑族的霸体来顶掉西路麦波的攻击。当，这边是有个奥义的，在考虑给不给呢？不给，继续用技能烟压起身，给手黑族不太。西路麦波又命中了，兄弟们一起上了。哎，但是倒地保护了，一脚踢飞了西路麦波，只差临门一脚了。继续连，给到，那这个血量可能要带走了。那也是啊，我们恭喜丹，二比一。